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奇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74集。虽然 Kingdom 系列已经随着 Voyage Class 的收音机推出而告一个段落，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玩具呢没有把它给做完。今天的话呢，就补一个，这个是蒙大帅的护卫班房，也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角色啊。那么呢，他跟先前的这个六枪都是蒙大帅的护卫兵。那么两者的话呢，当时我还记得六枪当时刚推出的时候还是造成一个抢购的，然后到了王国的话呢，这款班房的话呢就反应比较普通，比较一般。那玩具的话呢，确实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一个一握手王这一款吧，它身上的各个关节的一个密合来说，应该说松紧度来说都是比较偏松啊。那这一点的话是让我觉得比较不爽的。我记得这种形态、这种组合的这种金刚的话呢，最开始推出了这个齿轮，啊，到目前为止它的各个关节啊，以我手上这一款，可以说都还是非常的紧实啊，非常的不错，这个摸起来的手感都是很好的。然后这一款六枪的话呢，就腰转跟这个外摆内收啊，现在也都比较偏松了。当时不太会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时间久了，这个地方感觉不是那么给力了。然后这一款班房的话呢，就更加的明显。那其实我今天本来是没有特别想要把这款玩具拿出来拍，但是就几个原因。第一，今天天气非常冷啊，2月11号，2022年的2月11号，我们家这边今天的外面的温度就11度。那我想说呢，这么低的温度呢，我就录个影片啊。哎，对，录影片跟气温低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那是因为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多半会啊稍微记录一下我人生当中的一些小事件吧啊。若干年回顾的时候呢，不只是看到玩具，还可以知道一下哦，那个时候我的啊周遭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啊。今天温度很低，所以我就录个节目，把它就是口述在节目里头。那我前两天在 B 站有发了一个动态说。啊，因为我母亲的话呢，这个星期三四五啊都是住院状态，她的肺部有积水，那原因的话还要再查明啊。那这已经很多年了，我们都没有发现啊，因为她一直是个家庭主妇啊，没有在外头工作什么。那有一些像我以我自己上班的公司呢，每年会给我们安排健康检查，那肺部的 X 光片啊、肝功能各方面的检查都是少不了的。那变成说她一个就是在家里头啊，帮我们照顾这个家几十年来啊，等于是我们又没有那个习惯带他去做健康检查，所以这个症状可能已经很多年我们都没发现。那礼拜三要做导流啊，就是把肺部的积水也导出来。那礼拜四会做一个切片检查。那我希望他平安无事啊。那这段期间我会比较忙碌一点，比较忙碌一点。那影片的更新什么的就看我心情了啊。好。那就也是准备跟各位稍微提一下吧啊，就是家里头如果老人家或者是各位你自己呢，最好就是有一个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啊，你可以提早发现一些身体不好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啊，那玩具本身的一个摸起来的触感挺好，倒角处理是很不错的，细节的呈现啊也是我喜欢，恰到好处啊。然后侧边的话呢，这个造型我喜欢啊，有一个这个如果。组合成拆解掉的话，可以变成类似于是导弹，很多这个火箭炮啊，就是储存导弹的地方。后面变形的需要呢，这里是有个比较大的空洞。那么呢，它的一个拳头的话是算是有点算是门板手了啊，是直接是包在内部了。那枪的话呢，是直接的是接在外头这边。那么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地方很松啊，你随便动一下就不是 hold 的不是很好，这里也是一样啊。这个我是不知道。也是很猛了啊，表示羡慕。好，那我们就给它呢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拆解变形哈。那么首先的话呢，这个手臂是从这个地方拆，它这里也能拆，但是我们不从这儿啊，我们从这个手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把这个腿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拔掉，拔下来。那头部的后面这块部件整个的拆下来，以及这块部件我们也需要将它给取下。那么这个部件的话，头跟这个腰身的话呢，是这个简单的处理，头翻转约80度啊，先到这里，后面这块部件上来，转180度之后推上来，记得头先下，这块部件再上来啊。如果你是这块部件往上推到底，那么头会影响到，所以我们先把头给进来，这样头也会把它限制住一个可以动的一个范围啊。然后这两块这个部件待会会包覆到
这个里头去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腿部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小变形，大腿收进小腿，然后原本脚的接地的话呢把它给打到底，打到底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它的一个组合了啊。从这个地方先把它给包进去，你也可以先这样子啊，就先这样子扣会比较好扣，整个扣进去再这样子转进来，哎，这个空间会是恰到好处的。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先进行手臂的组合，先把手给组合起来，那这个炮要拿掉。手的组合是看这里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地方凸跟凹彼此都有凸跟凹，把它给扣上去，然后的话呢把它转上来之后，两个这个转到中间，那么这两个手臂彼此之间的话呢是没有组合的，你必须扣这两个地方。用什么来扣呢？记得我们刚刚在背包的这个部分它是有一个这个，那我们就这个时候呢先扣这里，把它给扣上去。再来的话呢我们将这块部件啊，记得这里是有一个这个缺口的这个部分，就是要这个缺口啊，这个缺口就是要包覆这个人的原本一个小臂的，然后这个凸跟这个洞啊做一个结合。那么这里的话需要把这个稍微往前面推一点点，推一点点，你可能会比较方便啊，掉了就掉了无所谓。这一款的一个各个的一个卡扣啊，松紧度我觉得是目前的几款组合金刚里头我觉得是最弱的一款。那到这边之后就可以把它整个往前面推下来了，往前面推到底，后面这个地方的话呢都已经是密合好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刚才两个部件把它给合并起来，还有最后的这个炮塔，这个把它给扣上去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款班房的一个这个往前面推过来，好，班房的一个坦克的一个形态呢就算是完成了啊。它是底下是有轮子的，但是滚动性我觉得不是很好啊，我觉得推起来一般般，甚至觉得是硬推的感觉啊，但是本来就不是很在乎，因为坦克你就不要要求它的一个啊推车太顺了。你看这个地方，这个你光是用手这样去推啊，这边都觉得不是很顺，那后方这里就卡的就更不妙，你退后还好，前进的话就是会卡得很死。那侧边涂装刻画我觉得算好的，特别是履带内部啊，这一些齿轮的一个刻画。上方的炮塔的话是可以往上面抬，甚至它因为手部是一个双动关节的关系，你可以把它往前面推一点，推到一个缝隙之后就可以变成是一个高射炮的一个感觉，但是是不能转动的啊，不能转动。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过它的一个扣的一个密合度是不是很好啊，就比较容易去松开啊，是这款玩具比较不好的一个地方。那前方有一个博派的一个标志。那节目的最后的话呢我就稍微展示一下呢，我把班房跟六枪呢给做一个简单组合的一个形态。毕竟我是觉得吧，就是网络上当然大家都有很多的一个 idea， 那我的话就弄一个毕竟都是猛大帅的一个护卫兵，我就把它给组合在一起。那么在这个形态下的话呢，背包会非常的沉重啊，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。那主要是我要迁就它后面有两个，这个可以像是很多承载很多火炮在后面的感觉，大部分的本体都是背在后面。那由于背后的话太过沉重，所以我必须要把后面啊这两个部件呢多加上去。通常这两个白色部件是拿来当一个增高是没有错的，那大枪的话就没有问题，直接拿在手上就行。那其实它的战力性本身，如果你把后面已经加厚的话呢已经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它这一款的一个髋部的关节呢变成不太够啊，承受不了后面的重量，所以是它本身这个地方啊关节的紧实度呢已经不太能够去承担。那原本的两个履带的话呢我就把它安置在这个人员的两侧，让它的肩膀看起来就更加的魁梧，更加的壮硕一点点。当然这种组合金刚的一个玩法的话呢是千变万化的，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去搜寻到更多更有趣的一个 idea。 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